不是你摔到，你要跟我讲啊，你我。今天我们要去骑一条有点挑战的路线。那这样骑的路线呢，我们会先从志山路上到冷水坑，再从冷水坑到大屯山驻航站，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去驻航站那边，驻航站那边，所以我们就出发吧，先从冷水坑前进 ，Go Go。刚刚那上坡就已经快把我们榨干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进来平等里方向的小巷子里面，往冷水坑前进，出发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Go go。怎么样？好陡，好烦。哦，这条路真的太久没骑了。我记得上一次骑，我骑一骑还停在路边，因为小腿抽筋。今天要来再次成功挑战它，希望可以冲到冷水坑。Go go！上坡又到了，天哪！连续好几个上坡，冲吧！连续上坡太喘了，西山填完一站停一下，因为我们不太熟路，所以先 Google 一下。你有印象这边是哪里吗？啊？你看这下面超美的。我们家？不是，我上次在这边小腿抽筋。我忘记，我上次把你抬胖了。哎呦，我们家现在下面，我上次啊就在这个地方抽筋，这边。然后停在路边又站不起来，因为小腿实在抽得太严重了，后来修了很久才出发。上次挑战是蛮久以前没有开始骑车的时候。好，继续出发。这路线有像我们去武岭的时候，永无止境的一直在上坡，然后脚根本停不下来，一停下来就往下滑了。天哪！今天风超大的，骑起来其实蛮舒服、蛮凉的，但是风阻也蛮大的。就算是跑上坡，就算是骑上坡，也是会觉得一直被风突然渗到的感觉。还有9公里，加油！这边左转，上次我们也是走这一条，这一条啊，我记，对啊。I wait to see your golden smile, feel of a thousand kisses. Oh, please stay a while. I reach up to hold your sunlit face.可恶，刚下滑太爽了，我有印象，上次就是这样一直下滑之后，等下就会到那个阳明山路口，就是往冷水坑那个擎天岗那个方向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靠，那个坡等一下真的是超陡的，天哪，上坡已经来了，刚下坡下太爽了，哇，刚滑了大概2公里的下坡，终于有一点休息到。
太重。好，继续往冷水坑前进，出发。我记得还会骑到一个飞碟区啊，就是一个那个很多个白色盘子那个地方。Go go go！ 台北奥运大道咯，前面就是飞碟区啊，飞碟出没。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但里面有超多个超大的，看起来像是什么讯号接收盘。每次来这里都会看到那个飞碟区。哦，我们去飞碟拍张照吧。刚看一下 Google， 大概还有5公里。今天的天空超蓝的，但是靠近阳明山那块云超厚。你们看那边，继续往上，要跟飞碟说拜拜了。我们已经经过刚刚中华电信的大飞碟之后，已经快要到那个往冷水坑的大上坡了。这边已经开始有硫磺味了，整路都有温泉的味道。现在爬升已经来到了累积500，总爬升500，距离大概是12公里。那轮掌位应该是，他不就是抽车吗？你不要撞到我就好。明山国家公园前进，刚连续两个大陡坡，现在在回血中，脚太酸了，爆炸。等一下，往前面刚那个方向就继续往冷水坑，继续往上爬升了。相机可以收起来，你等一下一定拿不了。到了冷水坑服务区，可恶！到了冷水坑之后，好想上厕所，先去厕所一下。大便出来怎么样？干嘛拍啦？肚子很痛了，我刚一去，还有这边有那个卫生纸，炸完真的是舒服。可是每次去。骑车厕所就很麻烦，就要整个车衣要脱掉，然后他现在湿湿的，超难穿。休息一下。然后现在发生一个问题，我们没有带钱出门，然后想说可以用 Apple Pay， 就冷水坑这边只能用那个悠游卡结账，他的电子支付只能用悠游卡，然后我们也没带现金，很尴尬。本来想说还要去大屯山，但是看起来水有点不够，然后等下以为。就是追逐摄影师上班有点赶，提早折返大屯山，今天就不去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吃早餐，等一下准备下山。我们上一次骑上来的时候，中间大概停了应该有4-5次哦，差不多。就是我们每个弯就是冲攻击完，然后就停下来。还好现在可以一次骑上来，代表应该是有进步了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下山，
然后去吃我平常蛮喜欢吃的那一间，就是跟 Pro 早餐店在士林那边。然后今天因为没有带现金，没有办法补给，我们就不去那个大屯山了，我们就直接往早餐店前进，出发。每次骑下坡的感觉就是，你好像努力了很久，一直在累积一些什么，就像是你每次吃开心果会先把壳全部剥掉，然后再一次吃完那种感觉。吃的时候很爽，但前面剥的时候超痛苦，大概就像这种感觉吧。继续下滑，收购。我们到了，停车吃早餐。今天真的是骑太累了，爬升好像有400-500吧，还没看表，暴吃一波。看我的早餐，就是要素食，有地瓜、吐司、生菜、蛋，还有一堆香菇，有橙汁，这个太有美食，开吃，超级饿。摔车王，你今天为什么摔车两次？你看你的手。哦，不是，这是旧伤。干嘛？花圃弄吧。你刚才干嘛？我刚刚就卡鞋脱不掉，我已经想好要脱，脱不掉啊。结果呢？就也来不及脱左脚，就摔啊。因为刚刚那边是在红灯前，然后有点小上坡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一直叫跟我讲话，我转过去看他。我一直说，我一直说那个。然后他就在我面前，他就在我面前定杆，然后撞到人家花圃里，直接把人家那一盆那个。花，然后摘了好几个那个叶子下来。我是我一直跟你说卡鞋脱不掉，我一跟你讲卡鞋脱不掉怎么办？那你就不理我，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跟以为去挑战冷水坑的过程了、啊。希望今天影片你们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并分享。我是你的家人 Joy， 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进来。哎，你昨天有看到我的相机变这样吗？有啊，干，你没跟我讲，我这新的一寸感光元件的镜头哎，然后我刚昨天在整理器材，全部都裂掉，还有镜头直接碎掉。我昨天就突然那个、啊、卡鞋没脱好摔车啊，然后就不小心坐到啊。不是你摔到，你要跟我讲啊，你我这边整理新要用的时候才发现，干，镜头已经裂了。我那时就卡鞋就怎么脱啊就脱不掉啊，然后就突然那样砰，然后往这边倒啊，然后就直接。坐它，然后背也很痛哎、欸。看，所以你是直接这样背后然后压下去，然后就先着地哦、喔。对啊。哦。嗯。看，你多去练几次脱卡啊。啊哦，那鞋子问题。